妖雕，那相信大家对我爱黑社会这个节目都还不陌生吧？没错，那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表演 DJ， 那参与过无数大型的派对的他，就对音乐更是了若指掌。那在打碟的时候，他也会加入他最专业的舞蹈动作来结合他的音乐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他的舞台震撼吧。Stay forever young. Living on myself, watching girl in the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.